可以。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哎，老师你好，听得见吗？听得见，请说。啊，今天这个主题我挺有那个，以前就是没有学佛法的时候，大家就是在一起念佛或者是法会之类的，它像一种造势一种，大家一起坐在一起，然后那个仪式它是很短弱的，就是好像结束之后就结束了。自从学了原始佛法之后，我就能够感觉到这个信心它是自己给自己的，然后就是它这个信心念经会啊，好像是一个互相增上的，它就每一个环节就可以就是好像能够增长智慧，然后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然后这个过程中就发现自己可以就是以前的像一些要共修嘛，是由大家催促的，好像像完成一个功课一样，好像是个任务，是个工作。然后现在学了原始佛法，就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自己给自己，就是自己很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有了问题自己愿意去查资料啊什么的，就是变成一种自觉的活动，然后就觉得这个过程中觉得自己可以很独立的完成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触吧。是那个正向循环这个字用得很好哦，就是原始佛法所讲的这种信念呢，它是直接跟智慧的开展有关联，然后智慧的开展它又会在帮助那个信念的坚定。那个佛陀时代哦，它跟我们的当代有一个可以说有一点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不同种的宗教，不同种的世界观，各式各样令人炫目的种类，好像在那个超级市场里面货物的种类一样，任人随意挑选。这一方面是好事，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事情。三达基教讲他有他们的信仰，这个摩门教有他们对于宇宙不同的解说。更加不要讲这个世间的那些主流，那些大的，特别大的宗教，他们的信仰内容往往是互相抵触的，他们的要求的行为的模式往往是难以协调的。所以我们该何去何从？然后佛陀他对于信仰的这个东西，他的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他的那个基本的信念的前提，那个都不是很极端的，很福音式的信仰，那个完全不牵扯到说诶，你到底该信这个人他是神，还是哪一个人是神的儿子，还是哪一个人是神的派出来的先知然后你若不信了的话，你会遇到多么恐怖多么可怕的果报等等的。这个佛陀他这种信念，他是来自于你旷久然后沉稳对于世间的观察，然后积累而来的一个原则。然后这个原则呢，它一方面它也是你的这个英文讲说这种 operating principle， 就是它导引你行为的规则。所以它不是一个空洞的跟行为脱节的一个教条信仰。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你相信说某某某他是宇宙中的真神，然后你信他你就得永生，你不信他你就下地狱，这个像这样子的这个信仰的内容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巨细靡遗的地方都引导着我们的行为。就算他能够引导我们的行为，你也看不到说他的那样的引导法怎么样的能够做得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所以佛法它的这个信仰的系统，它对于信仰的解说是非常特殊的，也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对的，就是感觉那个很飘忽，然后这个是有抓手的，他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也能看到自己的很多不足，就是就是挺让人可以信心坚定的往前走的。对对，好极了。谢谢。还有就是
就是那个上次跟老师交流之后呢，我就有了两个体验。它是一个好像是顺着来的，就是上次老师不是叫我就是在受念处上多下功夫嘛，然后把之前的都找出来听了一遍。然后这个体验呢，一个我感觉是顺着来的，由于每天那个下班比较累了，所以回家之后呢我会做个卧蚕，然后就用了摊尸法，然后就觉得哎呀那个很轻松，然后感觉那个对喜乐的那个开发度呢也能比较高，就感觉就是好像度假在海滩上，海水一遍一遍冲刷，然后自己把自己进到海水里面那种深度休息，就好像能够接上那个心念珠的那个令心稳健，然后释放解脱于任何程度的苦患。然后呢就是也可以接上好像接上法念珠，然后就是禅修中的这种喜乐是很高的，然后维持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你工作啊生活啊就越降越低，这个就是无常嘛，也是一种苦，然后要维持高度的喜乐就是要花力气的。但是目前还是很愿意花力气的，这个是做不到无招胜有招吧。不说，但是说涅槃是不花力气的自由，我还是挺心向往之的。但还有一个经验，它是逆着来的。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后呢，我最近就在复习老师之前的专题讲课，他看到有一段话说，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以食为活命，意思就是所有一切的众生的活动和延续都是靠着吞食某种食物来滋养啊，然后互相吞食才能够延续。突然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画面，好像自己在吃自己的手，体会到自己是最后被自己吃掉的，那个感觉毛骨悚然，吓得我眼泪都飙出来了。我平时看那个人体的解剖，那个我都不害怕的。然后我就想我要做点什么，我说就用那个呼吸安抚，是用什么技巧啊，对吧？就用法念珠，我想哎，这是无常的、苦的，它是非我的，然后慢慢就那个明亮起来，好像把它化解掉了。后来就想到有一种图案，它是那个衔尾蛇呢。上网一查，他说它是那个自我吞噬者，就是有种无限的概念。后来我想到，这不就是轮回的本质吗？我想起来这个就心有余悸啊，吓死我！后来复习老师那个我见这个主题，就又有了新的那个体悟。那每次那个禅修，我的方向都是希望自己快乐嘛，想到一直保持快乐。每次针对这个事情呢，都是具体事情来具体解决，然后把自己又保护得很好，就是没有深刻的撼动到那个我的自我。这次这个经验就让我想到，我如果在一个文明不文明的时代，对吧？对，我打不过人家，最后被人家吃掉了，那是我技不如人就算了，对吧？可是我自己被自己吃掉了，那都疼啊，对吧？后来老师在我见这期又说，我们的意识一直要跟境界交涉，从中来汲取营养，来满足自己。可是这个意识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嘛，对吧？就是自己在吃自己，哎呀，就把我吓死了！我想这个意识到，我一定要离开这种状态，不能给被自己坑死。是，然后而且这个你刚刚讲到说这是恐怖的感觉哦，实际上它也是可以跟那个喜乐的感觉连接上，一个跟喜乐的感觉连接上的方法，就是去看到说。你的心已经在对这个吃的状态这种活动在逐渐的不认同了，你开始在脱离附着在这个上面的那种状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很有成就感的、哦、在这里面它有一种清新，它有一种超越的感觉，你开始看到另外一个可能性。要不然的话，如同你所讲的，真的是很恐怖而且很恶心的。与其去抽象的以这种解析法的方法来了解无我，不如从吃的动作、消化系统这样这个角度来了解什么叫做自我。然后你就会看到说，那个包括那些几乎是完全包裹、完全绑架了我们的心的那些欲望，有的那欲望它甚至就是你肚子里面的寄生虫，它发出来的指令的。所以就连你认为的你的意识，你认为的你的消化系统，实际上那个心只不过是扛着他在傻傻在替他服务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已。然后那个就是我们认为说我的，那个我的其实是什么？那个、我的就是心，他傻傻的在为消化系统在服务着那个状态，那个叫做我的。对的，我就觉得自己就是个佣人在服侍这个五蕴，对吧？是啊。
所以他是债嘛，所以你看那个佛经里面他讲五蕴是债主，对不对？他是贼，他是杀，哦，他是刺等等，他用这样这个语言性。太好了，谢谢你的分享。谢谢老师，我就觉得这个星期好像我的智能被打开了，好像像老师有对对对对对，有一个比喻说，就像好像就是那个小叮当一样，就好有一个如意门能打开，看到很多东西，但是我好像又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就是躲起来，这个好像挺好的。这个是谢谢老师，一个很好一个突破，所以以后这个你在听这种无常苦非我的道理。你就很容易是从如理作为的角度切入，就不会是堕入到一般现在那种很哲学化、很空泛的、很形而上的，在解释无我的那样。对，太实在，太吓人了。老师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最近因为心脏病引发一些身体的症状，是，比如说心悸，呼吸困难。后来引发成焦虑跟恐慌哈、哦。那练习的过程是我刚开始可以，因为我在医学的检查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嗯。那所以我就是练习，就是如实的观察，然后告诉自己说这一切都会过去。那不尽量不要参与。可是在呼吸困难这一块非常的难以克服，因为好像呼吸这件事是很难很难很难，就是说是要去调整它，还是就是让它呼吸困难的，就是让还是让身体去做作用，就不太拿捏这个。然后有时候真的到恐慌到极致的时候，又会变回像念圣号就会让我舒服一点，但是我并不想依赖这个方式，依在过去这个方式。所以我想请老师开示，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极度恐慌但是我又不想服药的情况下可以安住的度过自己这一段时间这样。Okay, 首先呢、你跟你自己讲说这一切都过去等等的、那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就是它能够提供给你的那个稳定的感觉其实是肤浅的、是是，一般我们的心它需要一个很踏实一个落脚处，好像大地一样，那个很扎实的这样一个落脚处。有的人呢，他能够在呼吸里面的那种顺畅无碍，这个呼吸的安抚这个氛围里面去建立起这样的 定力来。可是像你的这种情形，呼吸已经是你的难受的一个来源了，然后今那你会觉得喘不过气来，没有足够的氧气等等。对，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还要以呼吸作为你的主要的养分提供管的话，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那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要以呼吸作为你的依归的。是。那么可以有什么样的东西来做替代呢？佛经里面呢，一般当那个禅修者他们因为身体遇到很大的困扰，像是疾病的干扰，然后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色界的养分的时候，他们的其中一个选项是无色界。无色界的最低的门槛就是空间感。空间感呢，它所需要仰赖的条件比起色界所有的活动都还要更少一点。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你可以那个俗话讲说放空啦齁。但是这个放空它不是说呆呆傻傻的，它是你刻意的去品味着你虽然你不依靠身体，可是那个不是一个失落，你不依靠身体那是一种释放。我话再讲清楚一点齁。很多的人呢，他身体不健的时候，我所谓身体不健就是有的人他因为药物，有的人因为幻觉，有的人因为禅修的经验，不同种的条件，然后有身体暂时消失这样的感觉。一个反应是很怕很怕，怎么办，我没有地方住了、这是一种反应。另外一种反应是哇真好啊，我
没有身体了，我不需要待在这里。好，你看同样的经验，它可以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对不对？所以你先了解有这两种反应的可能。OK， 你如果你的心没有一直习惯于把粗的抛下来，然后迎合上那个更轻松的、更省力、更吸饱的，它如果很欠缺这样的经验了的话，那么你可能在放空的时候，你特别容易会出现惶恐。那么要提醒你自己，那个这个空间感它是在心里面的。嗯，所以这个空间感它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了，你要看说你有什么。那个佛经那个小空经啊，他教这种无设定的做法，就一方面你要检验你丢掉的是什么，另外一方面你要看你还有什么。嗯，要你看还有什么呢？一方面是继续提供给你能够检验活动的平台，另外一方面就是提醒你这个是你目前的落脚处。所以与其你讲说、哦、我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很可怕、啊、我有一次练习就是好像做事无边处，就是把空间感扩大，嗯，然后那个时候心离开的这种对身体的观察，就有改善那种，就心会变得辽阔一点，这样子。是，然后大部分的人他们在做这个无设定的练习，太机械化了，太教条化了，就是可点一点的这样叫扩大，其实不需要这个样子的。OK， 你从任何的一个阶段插进去。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那种我现在可以不用理会身体，我不用扛着身体舒适，我不需要被关闭着，我不需要被幽闭着，没有东西它在制服着我，在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无边的空间它提供给我养分，再提供给我空气，再让我可以有游走的地方，一直去留意这样的特质。嗯嗯嗯，那这个是一个部分，然后另外的部分就是一般会有这种你来信里面讲的这种心脏病，嗯，很多就是长时间没有在处理自己压力，是就会这个、所以你累积，嗯，对对对。你的那种照顾自己的方法必须是有一点像是一个医生跟在病人旁边一直叮咛着他，一直叮咛着他，嗯，宁可让你工作的状态呢变得看起来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比较笨拙一点，嗯，你可以，但是你要尽量就是好像身上一直穿着这个缓和轻松省力的氛围，嗯。Okay. 你如果你的现实生活你要工作，你还是得工作，然后不一定这个功课能够做到多么高分，可是没有关系，有做它都是比没有做好，是因为刻意的让你自己讲话的方式，甚至跟你的病患都方式、嗯、你的语调是特别特别的在维护着你的元气。嗯嗯，我们只要我们对待人的方式是诚恳的，然后我们人是放松的，绝大部分的人他们能够谅解也能够接受我们变得轻声细语，或者是讲话的速度变得很缓，或者变得比较默纳，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话，关键的话还是得讲，可是你不需要不断不断的讲，用类似像这样这个 方式保护着你的人。嗯，对，然后你另外你还要有一个你 panic attack 来的时候，恐慌症发作的时候，你的心理准备，这恐慌症来的时候，在绝大部分的人的觉观里面，他们是感觉自己要死了，对对，你的感觉都会跑出来，对，然后你要改变一个态度，就想到说太好了，有这个机会让我能够面对那个我假如我要濒临死亡的时候，我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对
对，这是好的机会的，这也是好的经验。很多的人经历过这样的经验，他的修行会变得更认真一点，你就想到说这是天助我。我有这样试着想过。对对对对，是。那失眠的时候，我如果一直打坐的话，就会精神更好。对，你不一定要一直要用坐的方式。佛教的圈子里面，然后他隐约传递这个讯息，就是说，好，你就一直打坐，一直打坐。睡眠其实很重要的。当然有时候你真的不得已了，你只好打坐。那要怎么样能够有可能能够改善你的睡眠呢？我们很多禅修的人，他们得到一个观念是，要入睡前你要修光冥想等等。然后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很一醒过来人就立刻跳下床来。可是你是在养病的过程。所以你把这些预设想法都把它放开来。你要入睡的时候你应该取的相是帮助你睡眠的相，不一定是帮助你警醒禅修的相。什么相能够帮助自己睡眠呢？举一个例子来讲，像如果你是一个怕冷的人，那么就留意被窝好暖和。这 不一定只是自己跟自己讲话而已，而是你就是留意着那个全身它是被暖和感保护着。我估计台湾这个季节大概暖不是一个问题了，可能这个相也不一定有用。那你可以像是床铺软软的感觉，我现在不用上班了，我什么都不用做，那个清幽就是躺在这，就算只听着虫叫听着青蛙叫都好，那种幸福的感觉，没有事，我居然可以没有事窝在这里，那是一个幸福感。类似像这样的相，以这个相你入睡，以这样的相入睡。一般的人入睡的相它是混乱的，它是跟担忧的想有关联，跟计划有关联，跟懊恼有关联。所以你要能够确保说伴你入睡的相是这种单纯的相，而不是那一种在让你烦忧的相。OK， 好，谢谢老师，我试试看，然后有问题再问老师。你好，谢谢老师。老师你好，刚才你讲那个放空的感觉，我想到紧张和焦虑的时候用放空，或者是上次您讲那个贪嗔能量升起的时候，就给它直接灌入整个神经系统，它是有一种观想的意念在里面，这时候就有一种暗示感。但是我就说紧张焦虑的时候，如果我要是直接灌入神经系统，就我发现那个神经系统整个还是有颤抖和那个痉挛的感觉，没有暗示感。然后想到放空这个您讲一下怎么结合放空，或者更有的更好的转换。 okay， 如果在自己有条件能够以色界作为基础的话，色界基础它有很多的好处的，无色界有它的度替代的功能。但是为什么佛陀他那么样的强调色界的基础？因为它是一个很具体，然后而且能够很清楚帮你看得到活动。色界它里面的活动变得比较暗晦不明，还是能你看，但是它的那个里面活动微调的程度没有像在色界里面那么样的显。所以像焦虑啊紧张等等的，你在色界的基础里面，你可以透过你那个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了，色界的 愉快感包括什么。如果你有练过瑜伽术，如果你有练过太极拳，你做了一阵子你有一点心得，你可以感觉得到说，像在做哈达 Yoga， 哈达瑜伽，你有深度的伸展，深度的拉筋，它是舒适的，它是在净除压力的。那个舒适感呢，科学家可以把它追溯到说，它是跟我们的身心在释放出有益的这个化学物质有关联。然后一个禅修者呢，是在一贴近
身体的触感的时候，你最起码已经有这样的感觉，已经有一个类似像是瑜伽术，你做得好的时候暖烘烘暖滋滋，或者是刚刚拉完筋疏通开来的那个感觉。然后那个感觉它跟我们人的交感神经，跟我们人的荷尔蒙化学那个脑化学物质的分泌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作为你的基础的话，去除掉焦虑特别的有效，去除掉紧张特别的有效。如果不会瑜伽术的人，你如果能够学一点点简单的动作都好，或者起码有一点那种舒展自己身体，深度的舒展，然后去活络你的那个内在的那个经络气血，有这样子的经验都是很好的。然后说这个放空它是要到无色界的这个地步的话，佛法它的训练的方法，它有能够比较随机应变的，然后也有可以很正式的开发的方式。正式的开发方式，我想我们以前我们有提起过了，我这边我就是很简单的讲一点点这种比较随机的一个方法。首先你去除掉那种空无边处它一定是什么什么境界什么什么状况，它是要我进到什么样的关卡才算，你放下这样的观念，尽量换一另外一种观念。那个观念就是所有的禅定的阶梯，包括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个都是一个人为的一个规划而已。你就算你先不要管说你这个算是哪一禅，你这个算不空无边处，你光是里面隐约带着那个特质，能够把那样的那个特质清楚熟练它，已经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了。你只要趋近它，你不用管说你有没有达标，你只要知道你正在趋近中。你要趋近什么呢？你趋近那个空间的感觉，辽阔的感觉。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太一样，所以你提供给你自己的养分要有一点不同。举例来讲，有幽闭症的人，他特别可以强调辽阔感的滋味。如果是身体病痛、身体不舒服的人，他特别可以强调那个摆脱了肉身、没有了肉身的轻松感这个部分。那些想要摆脱开杂念的人，他特别可以感受得到那个空间，他包容、他消化、他消腻掉声音的这个特质，依此类推。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可以玩的游戏，很多可以变化的空间。就是说那个贪嗔能量灌入整个神经系统，它不适合用在那个紧张焦虑上，紧张焦虑比较用一些瑜伽或者是其他的运动好一些，是吗？用色界，以色界基础的禅修特别的有效。明白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想到生命啊，就是它这个洪流中这个不安稳或者不确定，以及内外身心环境这种就是不确定性，让我们就会有很大的警觉，就是对烦恼有很好的那种价值取舍，升起厌离心，而且唾弃它，这样就很容易让唾弃的很快，就是马上就取舍掉。但是这个同时我也觉得它也给我带来一种深层的那种焦虑，好像存在焦虑，就是一想到那种生命环境生存这种苦患不安稳，心里总是有底层的存在焦虑那种感觉。这个就是我们的指跟观有在失衡的现象就会这样子。太多了，你的指不够多，你就会这样子的感觉。
如果你的直观基本上它不需要百分之百的平衡，它不需要真的是五十五十这样的平衡，可是它要大体，它要你的观它必须要有止在住的它。你若你有足够的止的力量的话，这个厌离的感觉它是让你变得更稳定，变得更有成就感，变得更轻松，变得更安静，变得越往那个少动作那个方向前进。你要怎么样补足你的指的这个区块呢？的做法就是，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我们有讲说，我们一方面要推，一方面要拉，对不对？一方面要修厌离，另一方面你要提供一个可以让你自己落脚的地方，舒适的地方。厌离开，脱离开那个粗劣的境界，进入了优胜的、细腻的、比较良善的那个境界。你要对那个良善的境界要练，所以你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去品味着那个，因为你厌离之后力道减少了，少了的轻松感，类似像这样子的。是这个有，就是那我会想到生命这种洪流，就是有一种心理，就它时不时会出现这种不安感，看到就是生命这种洪流，就不光是眼前的烦恼，就是长期的未来都会意识到，我是这种感觉。是你意识到这种感觉哦，这个感觉它会产生出效应来。好的效应也有，对，好的效应就是它一直在让你进步，就是它一直在让你精进。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好的效应的地方，就是它让你可能失衡，它让你烦躁，它让你身心是不安稳的等等。对，所以你要懂去分别效应，然后知道怎么样针对性的去绘制那些不好的地方。那这种产生之后，就说明我内在的止的力量不够，这时候我要在止的那个禅修技巧上去加深，就是来平衡这个吧。对，然后这个东西呢，都不是像一般的佛教徒以为，然后那止的意思就是好，你现在你要开始去修安止定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光是你一念之间，你光是一个微调，你光是你心里面这样很轻松、很简单的把那个调一下。像是譬如说你在感受着那个烦恼它的恐怖的同时，你能不能够现在这几分钟多被呼吸按摩，你被那呼吸按摩的这个部分你是更专注的。是老师讲那个信根和信念的保护，刚才提到，我觉得这些好的那个如理思维和禅修主题是很好的，在保护着我。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常常忘记，就像我健忘症一样，就是今天用完三天之后就好像忘了，我是不是应该每天就早晚课给他背诵或者读诵一遍，这样就是每天加深自己的熏习力道呢？他有不同的方法，我自己两个方法我都去实验过。一个方式就是我就是咬紧牙根，我把这些佛经的项目背得滚瓜烂熟。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的我啦，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说，那个是我买保险一样，所以我如果当下死掉了的话，我再生到的地方说不定我现在积累下来的佛法的记忆能够明显一点，那是我买的一个保险。所以 那是一条路，一个方式就是说你是用具细迷疑，你很系统的方式来锻炼你自己。那另外一个是更轻松进入到核心的方法，那个方式呢就是你依靠着你的直觉直接的去检验你的内心什么地方不平衡，什么地方有困顿。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七觉知这个项目有七个东西，蛮复杂的，是不是？你光是要把它背下来都要花一点精力了，更何况是一个一个的
去修它，一个一个的去开发它，无时无刻的好像要都要一直记着它，那是比较麻烦的。另外一个方式是你直接看你的心的品质，这个品质好不好，好不好用，这样就够了。好，那个你的心你又是感觉是平衡的，它正在修行的，发现到差不多七个都具备了。那举例来讲，什么是念觉知？念觉知，它就是那个能够一持着佛法，一持着你的目标，一持着信念等等的这样的能力。是择法，就是你那个能够分辨佛法啊，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佛法，你对这个佛法这个体系这样的检择，那个方向感，此类推。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观你的心。看看你的心，它是不是亮的、宽坦的、有力气的、没有障碍的、正在修行的？用类似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已经是切入了佛法的它的道品的核心了。嗯，就是直接观察自己的心那个动作，然后对它那个做出调整的那个动作。那这些小这些技巧，老师告诉我这些技巧，我就尽量给他读诵或者背诵下来，不然我有的时候就有点思念，然后就不知道用什么了。我也尽量给背诵。然后我看到我的心吧是缺乏，就像老师讲那个四大，我觉得我缺乏水大，好像我那个心缺乏柔软性和那个变通性，这个怎么增加水大的调柔呢？这个问题可大了啦，不容易透过视频来回答。比较假如说你有机会啊哈，能够在我们附近禅修的话，可能会这方面比较容易获得灵感一点。我们有一些禅修的朋友啊哈，他们比如说到我们这个环境来禅修，然后在日常生活中里面提醒的部分实践的部分，彼此之间会得到一些灵感，然后你会比较容易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我们修行它是可以不要这样子框框架架的啊，你是一切就是务实主义，一切就是这个什么有用就用什么，你会慢慢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那是什么？好，对，那老师说就是正上心，有一个正上心是说意念那个发愿往生天界嘛，就是我在阿含经讲过，是他讲过说三界二十八重天，我们那个五不还天是那个色界禅的第四禅，那我们需要有四禅和那个正三果的那个基础才能去，是这样吗？对，首先呢，这些古老的我们讲说天文观也好了，或者是这种传说这个系统，它的重点不在于说那些天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排列，是现实是不是就是只有那些天，它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排列法，它重点是它的行为模式给我们的启发。然后佛教它的传递，它佛陀这个人呢，我是相信他是一个充满睿智，然后他是一个很灵通变化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利用当时这个他的学生普遍接受的观念，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来引导他们。可是佛陀他从来没有讲到说，举例来讲，宇宙就是六道，就只有六道轮回而已。六道它只是一个说明而已，它不是一个包含了所有一切可能性的。所以也就是说，你不一定是要照本宣科的，觉得说，哦，这个不还天的圣者，他在传统的讲法，他在第四禅，我就一定是要四禅成就了，我才能够升到那个天。其实古代的这种天界的排列法，它这里面有很多
逻辑上说不过去的地方的，然后它也有部派之间呈现出来的纷争，那个不和谐的地方的。所以哪一个部派的版本你要相信，这些都是令人生疑的来源。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像我们知道佛陀时代很多的三国，他们是没有证得四禅的，他们可能就初禅，他们就二禅，或者他们都没有讲说他那个是哪一禅。可是他们死掉之后，他们是去到圣人的天界，有这样的一个供说。那如果这个三国的圣人他没有四禅，他怎么升到那个四禅殿？我们在自己的禅修里面，你的内在的那些品质开发的越清晰越深刻，你就会有越深的信念。你知道这些品质它怎么样的在引领着你，它怎么样在影响身心，所以你对于这些品质它能够帮助你往上，往光明，往善，你不会有怀疑。至于说那个具体它的落地点是在什么地方，这个不一定要去深究的。是他说得这么三果，我想我很不能的话会容易升到欲界天，欲界天他会堕落，是那个有经常这么讲过，所以我就才问堕落的。色界天也会堕落的，你知道什么样的天呢？是啊，好，所以就是发愿让自己不要堕落嘛。就是起码你我们之前那篇文章的表达的意思啊，那圣者出生的那个天堂啊，主要是那圣者嘛，他是出国嘛，再怎么样他是不会退转嘛。是，然后他当然是有寿终的时候，但他不会有那种永久性的退转，长时间的退转。嗯，好，谢谢老师，感谢。老师您听到吗？听得见，请说。我最近在读杂阿含经，然后还有一些文章什么的，我就发现对于十二因缘的解释，很多南传北传的法师啊，他们会认为是无名爱取在前世因，然后对今生为果，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些循环。对，然后佛时比丘解释说，对，是在当下一个当下有这些因缘存在的。我产生了这个疑惑，怎么看这个？实际上这两种讲法都有它的一些弊病嘛。这个像清净道论里面的这种三世说的讲法，这个是赤铜蝶部普遍的传说，是这个样子。金量部有金量部的传说，一切有部有一切有部的传说。比如说有的讲法，它是把它分为两世的。有的讲法它是说他们是全部都一起现行的，然后它会一直一直起作用的，它有这样的争论。然后你刚提的这两个例子它都有它的问题。那佛时比丘的部分呢，是被比较多现代的南传佛教界接受吧，一方面就是它听起来这个是比较开明的，可是实际上很多人不晓得佛时比丘他讲他讲的这个立场，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一个宪法涅槃论者，所谓的宪法涅槃论跟那个佛经里面宪法涅槃是不一样的意思的。当代这个宪法涅槃论就是说他不相信轮回，然后他的弟子面普遍的都不相信轮回，所以对他们而言佛法修行的价值是纯粹在于所谓的 existential utility 存在主义上面的价值，就是你当生你能够验证的好处等等的。他是的这个立场在讲当世的，那个跟佛经里面说，你说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你都能够看得到这样的心情，那个意味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你如果看佛经的话，它也有三世的用法的，它也有都在当世的用法的。可是不管是哪一个用法，它
他的一个前提就是他是不接受这种所谓的宪法涅槃论的。然后另外是如果我们不断的把我们自己的修行方式回归到比较简朴比较古朴的方式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到这种把缘起理解为一个发展论，好像解释说这个生命是怎么流转的，这样子这个解释对我们的帮助不大的。争议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绝大部分的佛教徒都是把缘起论当作是一种发展论。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密宗里面呢，他就把这个十二缘起相对应于你的胚胎在身体里面，在母体里面它发展的过程，那个你的感官你的这个器官六个器官它怎么样的成熟，然后出生就是这个胎儿的这个出生等等，他们用这样这个方式来解释。可是佛陀他解说十二缘起的用意并不是要解释说生命它是怎么来的，那不是他的用意的。佛陀他解释缘起是要我们理解那个痛苦的行为模式它是受到什么样的条件制约，所以你可以知道我要在哪一些条件上面下手，我才能够改变，我才能够打乱，我才能够瓦解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这是佛陀他讲缘起的意思。再一次重复，佛陀他讲缘起不是拿来解释生命的缘起，生命是怎么来的。这缘起它的相对并不是像是基督教的创造论，并不是这个样子。佛陀他缘起是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说一个心理学家他要治疗一个人他的幽闭症，然后他要跟这个人解释说，你有没有发现到你每一次幽闭症产生的时候一定是首先有一个不舒适的触感，这个不舒适的触感触发了一个会让你恐怖的联想，触发了一个会让你对那样的一个触感的不良善的反应的动作，比如说肌肉的绷起等等的，然后这个模式它就会产生出来。你了解这一点了之后，你又知道哦，好，那以后我可以在呼吸这个地方下手，我可以在联想这个地方下手，我可以在等等，以此类推。所以佛经里面那个最古老的讲缘起的，它几乎不是无明缘行行缘事这样子的项目来解说缘起的。比较古朴的缘起的项目，它差不多都是你若你不如理作意的话，接下来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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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守护六根的话，接下来会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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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这样的方式的。所以这样也是对缘起的在阐述缘起这个概念。我没有听清楚你问的问题。哦，就是这种不如理作意的话会怎么怎么样，如理作意的话会怎么怎么样，这样那是缘起。对，而且他接下来的其他好多支都是跟缘起支是一样，跟传统缘起支是一样的。哦，不如理作意，然后所以这个贪产生出来了。然后贪产生出来之后，这个取产生出来，然后以此类推。那很多很多的模型，可是这些模型它都不尽相同。你如果对这个议题感兴趣，实际上以前我们在文章上还有在讲课上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解释了，你可以下那方面的文章。好的，周教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清净道论》里认为这个无明缘行行缘时，这个时是结生时然后这个就牵涉到我不会这样的解释了，但是你可以继续说。对，我就想他这也是那种三世因果的解释啊。对，这我还是因为如果发生在过去的一些事情的话，我现在怎么改变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原因在前我没有听懂。啊，我没有听懂，你过去发生什么事，现在怎么改变？这个问题很庞大吧？哦，对，嗯，就是如果按照原始佛教来说，它是应该叫做结圣时吗？还是说就是这个六根究竟产生的那个时啊？看你要讲哪一个阶段的佛教了哈、哦，这种解释为。结生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是已经是部派佛教时期了。那古朴一点的佛教的话，他从来不把缘起这么复杂的解释的。哦、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哈。佛经里面他怎么样的理解这个行缘世？这个世啊，佛经里面啊，他对于世的解释虽然有不一样，然后可是他经常对于那个世的了解，就是那个心他依据了某一个好像一个基地，所以他有力怎么样呢？一方面爱着这个基地，盘附在这个基地，他一方面能够去分别，能够去检责所相外于相对于这个基地的那些东西，哪一些是食物，哪一些不是，就哪一些是那个心它可以去贪取的，它可以去抓的。然后这个是在一个程度上面，它是一个世界的形成。也就什么叫做世界呢？世界就是你有了贪的活动的领域，你有了那个抓取的那个活动的领域。然后像这样的这个领域，它是透过很多的起心动念，透过很多的意志的灌注而在维持着，而在制造着，这个叫做行缘世。所以佛经里面它所解释的，它不是以一个发展学的角度来解释它，它比较是一个心理行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它。然后这个是你能够在生活里面一直一直看到的事例。佛经里面它有五支缘起的说法，甚至有三支缘起，甚至有两支缘起的说法，有两支、三支、五支、六支、七支、十支、十二支，然后更多支的那个缘起的说法。然后一直到了可能是部派时期的时候，那个佛经的编辑者，他把这些为数众多项目不太一样的缘起说都把它统合在一起，变成我们现在熟悉的十二缘起。可是呢，那个统合的里面它还有凿缝，就是那个两个本来不一样的系统，你把它缝合起来之后，那个缝合的那个痕迹是在什么地方，你还可以看得出来。像十二缘起里面那些枝跟枝之间它的因果逻辑最不明显的那几个，那都是凿缝，那个都是缝起来的痕迹的地方。然后这话题说来话长了，这个是可以开一整个学期的课 都在讲这方面的这个东西。要表达的重点是，我建议你不要把缘起这个东西那么样的复杂化，你缘起把它看成是一个你在禅修技巧里面可以消化的东西。所以好比说我们刚刚讲了那个不如理作意的话，贪会产生出来，这是一个佛经里面很常提起到的一个缘起之。所以意思就是怎么样，贪是怎么产生出来，贪好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你不如理作意，所以你必须要好好的修学如理做，你不要允许你自己的心一直在做那些会增生贪的联想。你若有某一个境界，它让你感觉到特别有美感，特别浪漫，特别让你淫欲高涨，特别让你亢奋，特别让你期盼，那么你要知道你这个地方，你的取角哪个地方有问题了。
好好，谢谢教授。我接下来再看那篇文章。OK， 好。老师你好。是。老师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南传阿毗达摩在分别善心与不善心的时候强调，凡是升起善心，必定是与喜悦心相应，或是与贫舍心相应。相反的，只要升起忧愁心，就是不善心。那么中阿含163经还有中部137经，它里面都有提到说，当对无上解脱升起热望时，源于热望而升起忧，凡是这样的忧被称为依存于离欲的忧，这六种是依存于离欲的忧。那我想请教老师，阿毗达摩的说法是不是不正确的，或者是经典的翻译是错的，不应该翻译成忧？几乎所有你要把修行的教育教条化的过程里面，它都会出现这一些互相抵触互相矛盾的地方。那当然我个人倾向是比较重经而比较 不重论的，并不是说论它都没有参考价值，而是说两者有抵触的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比较倾向于经它的参考价值一般而言是比论还要更高，可是这也不是绝对的，不是一个绝对的准则。就是如果阿毗达摩讲的那个样子，你若你是不善心，他一定都要跟喜悦相应。那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给自己的规划，那个好的规划，它是短期的好的规划，有的是中期的，有的是长期的。短期中期 长期的那个规划，它会产生出不同程度的喜悦，甚至不会产生喜悦，甚至会产生出担忧来。就 好比说你刚刚举的具体的例子一样，也就是说在实修里面，在实际的操作里面，那个事情不是那么样的黑白分明的，它这里面有很多的游走空间。所以我自己个人的个性啊，我很不喜欢这种阿毗达模式的这种把所有的东西通通调科化，说它一定是怎么样子。这样可以了吗？哦，是好的，谢谢老师，谢谢。OK， 好好，老师是可以再追问一下，就是刚刚提到那个呼吸困难的时候放空哈、对，那有时候我会刻意去调息。可是好像这样的参与并不会让我更舒服，那我是要让身体自己去运作，还是你可以完全不理会呼吸的？呼吸可以完全不是你修行的内容的，那是可以的。对，然后相反过来，如果你在尝试着体会着什么叫空无边处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发现到你一直丢不掉呼吸，一直在背景，那也没有关系的。你在感受得到呼吸的前提之下，继续的去感受那个无边无际没有身体的感觉。对，所以不要刻意去参与它，不要去调息它。对， 你可以完全不理会呼吸，不是只是不调息而已。它完全就不是一个议题，它也可以是一个议题，看你要多大程度利用它都可以的。那什么时候决定要不要吃抗忧郁抗恐慌跟失眠的药？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吃这些药不会是一个坏事。然后因为大部分这些药物就是它只要它是没有成瘾性的。那个抗忧郁药一般是它是不会成瘾的。对啊，那我是觉得一个人他不管是经历着忧郁或者是失眠或者是恐慌等等，那个都是一个，我们讲不客气的话，那已经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了。就是不要只想靠意志力去克服它，就对对对对。你应该先让善用不会有副作用的所有的条件，让你先站稳脚跟的。因为他大部分最精彩的禅修的内容都是在细功的部分。如果你
那个已经出现了这种恐慌症啊，这种忧郁啊，那已经就是说你有好大的那个生活上面可能有特别大的压力，特别大的挑战。是部分当然佛法它可以帮助你，可是最棒的方式是直接在生活里面先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利用那个生活里面那些客观条件去帮助你克服这些问题。因为你如果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想要去禅修很难，你的身都会跟你讲说你有事情没有做完，你全身在跟你讲说你是不安全的，你得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很几乎你没有能力去做细工的。是是是。那请问一下，就是说轮回是佛陀在禅那中亲证的，还是就是依当时的学说思想来做演绎，还是他真正的在自己的经验中看到这件事情？我在这个议题上我不敢替他老人家讲话，但是很明显的经典是说他是在经典是在这个他的宗教的体验里面验证。有一种的讲法是讲说，就是你刚刚讲的说他是为了顺应当时的信仰，这样的讲法是无稽的，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佛陀时代的那些宗教那些哲学观，大部分的宗教大部分的教派他们是不承认轮回。佛陀没有理由要去顺应这个轮回的学说的。他提出轮回是很多时候是被人家批评的。这样的好像台湾的应顺法师讲说，佛陀他讲厌离是为了要顺应当时印度普遍的讲法，这样讲也是不正确的。是大部分佛陀时代大部分的宗教他们是不讲厌离的，这是佛法非常独特的。当然也有其他宗教，我不是说这是佛法它在这一方面它是独一无二，可是它是很独特的，它是少数分子的。轮回的议题也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一个出国的圣人，他就算不具备神通，他对于轮回的议题也不会有疑问。那个原因就是在于说，他能够清楚地看得到心它的不可简约性，所以他不会产生出唯物主义的观念来。嗯。OK， 那如果像帕奥他们那种修法，就入身定之后再回观三世因。三世，然后让你体验到轮回的位部，升起对轮回的位部，那是一个佛陀提倡的方法吗？简单的来讲，他们的那样的那个禅修方法跟佛经是不一样的。是是是。然后我相信说你依照佛经所修能够开发神通，绝对胜过这一些这个用这些特殊方法要达到他们所认为的神通中还要更好。我认识很多帕奥禅法的禅修者，然后他们这个自称的神通我也有一个程度上给他们做实验，那我可以跟你讲是很不可，他们的这个神通很不可靠的，甚至是它是没有被验证的。是是，里面有很多可以谈的东西，但是我很少会要这样对一个团体这样子指名道姓的这样子讲。但是真的某一些修行的方法它有很庞大的很普遍的副作用，所以我特别在这个地方提醒。对，好，谢谢老师，没有问题了。好，谢谢。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回再会。